四川话我爱你怎么说？我爱你。我爱你。请你冷静，请你冷静一点。现在不热了，你们可以冷静。那为什么他们这边想要开什么台式呢？对呀、啊。开了吧，你看，开很热的。我是他那个水水要一样，受不了。今天早上吃的什么？粥，点个外卖。你平时点外卖会点什么？吃什么？都吃啊，我不是很挑食，除了……哎，有什么特别不喜欢吃的蔬菜吗？没有。那有什么特别喜欢吃的吗？要不要吃？我选啊，要不要吃？不要，我选吃豌豆尖。你们吃过吧？吃过。猪的应该吃过。这边很少，这边的都挺老的。就是那个豆苗叫什么？这边豆芽，豆芽，豆芽不是豆芽，叫啥呀？啥？豌豆尖叫。北方人是那个长出那个绿色的叶子吗？是那个啊，韭菜不是，叫百合。这边很少，而且很老，不好吃。去成都的时候一定要吃，我可爱吃了。那你再去吃我们这边的特色吃的呗？不是，是一个棕色的，这样的。啊、哦，很嫩，很嫩，看着啊，特别好吃。那这个要怎么吃、啊？炒着吃，清炒是吗？炒米啊，炒也好吃，是吧？油不太油了。会做吗？没有啊，不会，这个好炒，就加油加蒜。